我都非常看好他。一个是他声音好，他的声音的那种干净，他聪明极了。你听他处理那些歌那些小的细节，证明他用心，而且非常聪明。他敢收敢放，收放自如，他聪明，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点。他聪明，他用心。谢谢老师。他是一个嗓子条件好，而且非常有歌唱的天赋的这样一个选手。一首版本真的把我的心带到了这个画面当中去了，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就像蒋老师刚才说的，收放自如，张弛有度。这个也不是说光有技术技巧和好的嗓音就能做到的，这是音乐的灵魂融入到你的血脉当中，才能够这么好的驾驭的这么完美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各位老师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广西妹子阿玲。我今天反串嗓音带来一首非常好听非常美的《月夜》，希望大家能喜欢，谢谢。那里叫醒沉睡的路，歌声飞过层层山谷，点燃的篝火染红了毡房，心中的恋人来相见。夜色多么美，月光下牵你的手，一片雾随风流，一轮明月空中走，点燃的篝火染红了毡房，夜色多么美，月光下牵你的手，月光下牵你的手。